请问你跟我扫地在干嘛啊？实不相瞒，其实我有这个下课梦。就你啊，你怎么下课啊？哼，笑了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现代下课。老公，嗯，你要不要去拍个女神降临的变装啊？不要拍过了，不想拍。可是我今天给你找个搭档哎。啊？哎，你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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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一个嘛，我给你找了个搭档，来过来。哎呀，老婆你快点去，快点。过去想让全世界都听到。Yeah， 此刻我独领风骚。怎么呢？我也想骑马。哪来的马？等一下，有问题。我怎么忘也忘不掉伪装，我从没受过伤，怎么回也回不到那故事里的第一章。你在干嘛呀？啊？搞什么？我想等一下拍变装嘛，把自己搞丑一点。你够丑了好吗？丑吗？我觉得我的颜值还在那儿。你看现在发了没的菠萝，发了没的菠萝。行了，那这样吧，请你告白了。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我的梦差点没有你出来，希望能把它抽到你不懂我，想开满不必抽到你泪流外。今天张张不在家啊，所以我闲得无聊，我就画了个我自己，你们看像不像？不像是吧，那我就撕了。家里好乱啊，老婆你去把家里收拾一下。我不要。哎，你给我等着。老公、嗯、他们说你现在一点都不青春了，很油腻。嗯你快去拍一个、嗯、起来。久しぶりに帰ってきたっていうのにまあ釣れないな。工藤新一や。落雨声滴答滴滴回荡着轻声细语，犹如你微微叹息那么动听。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，一吻便各一个人，跟你清旧的体温将会再卷给某人。啊，有的朋友问我说，像我这种刘海长的要怎么去打理，其实很简单啊，你把刘海撩起来不就完事了。Young boss. 今天张张不在家，所以我给他整一些他平时不让我拍的一些油腻小变装了。
wanna.